儿童，不论是青年还是中年还是老年，我们都可以在这里一起敬拜我们的上帝。这个不是因为我们怎么多么的会交朋友，不是因为我们人际关系多么的好，而是因为有一位上帝，他道成的肉身，用他的血买赎了我们，使我们可以成为一体，可以一起来敬拜这一位上帝。所以我们应该要安静，我们应该要存敬畏谦卑的心来到这一位上帝的面前。现在我们一起安静我们的心，我们一起来祷告，求神让我们能够全心全意的来到他的面前。我们一起同声开口祷告。现在我们要一起来唱一首诗歌，叫《我神真伟大》。尊贵荣耀君王，在全地之上，愿万民都喜乐，全地都喜乐。祝你满有荣光，黑暗都躲藏，万民高声唱，起来高声唱。我们再唱一次。尊贵荣耀君王，在全地之上，愿万民都喜乐，全地都喜乐。祝你满有荣光，黑暗都躲藏，万民高声唱，起来高声唱，我神真伟大，我神真伟大，歌颂你生命真伟大，全地都看见我神真伟大，我神真伟大，我神真伟大，歌颂你生命真伟大，全地都看见我神真伟大，昔在永在君王，昔在永在君王，从今直到永远，你从不曾改变，永存在天地间。你是三一真神，你是三一真神，父子与神灵，这神的羔羊，全能神羔羊。再唱一次。昔在永在君王，从今直到永远，你从不曾改变，永存在天地间，你是三一真神，父子与神灵，真神真羔羊，全能神羔羊，我神真伟大，我神
真伟大，歌颂你生命真伟大，全地都看见我神真伟大，我神真伟大，我神真伟大，歌颂你生命真伟大，全地都看见我神真伟大。你至圣尊名，你至圣真伟大，你至圣尊名，你至圣尊名，配受大赞美，全心歌颂我神真伟大。现在我们一起来祷告，当我们在这里敬拜的时候，我们是在基督里成为一体，一起来敬拜。我们身旁有许多的弟兄姐妹与我们一同敬拜，我们也与众教会在这个时刻也一同来敬拜我们的上帝。现在我们一起为着我们的肢体，你有想到的，你有想到你的朋友，在这教会的朋友，在这教会的弟兄姐妹的任何的祷告的事项，我们在这里，我们一起同心的来为着他们，来为着自己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我们现在一起闭上眼睛，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。君王，尊贵荣耀君王，在全地之上，愿万民都喜乐，全地都喜乐，祝你满有声唱，起来高声唱，我神真伟大，歌颂你生命真伟大，全地都看见我神真伟大，我神真伟大，真伟大，歌颂你生命真伟大，全地都看见我神真伟大，我神真伟大，我神真伟大，歌颂你生命
真伟大，全地都看见我神真伟大。第二首歌要唱的是坐在宝座上圣洁羔羊。这首歌词里面讲到，他是万王之王，他是万族之主，他不只是我们的老师，他不只是我们的朋友，他是我们的王，他是我们的主。他要求我们的不是一半的顺服，不是一半的委身，而是全人，我们的全部都要顺服他，全部都要委身于他，因为他是王，他是主，他是值得我们敬拜尊崇的那一位。现在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来赞美他，来歌颂他的名。坐在宝座上圣洁羔羊，我们夫妇敬拜你，喜在今在以后永在，唯有你是全能真神。坐在宝座上尊贵羔羊，我们夫妇敬拜你，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你，直到永远。万王之王，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唯有你配得敬拜和尊崇。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我们高举你生命直到永远。万王之王，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唯有你配得敬拜和尊崇。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我们高举你生命直到永远。我们从头再唱一次。坐在宝座上圣洁羔羊，我们夫妇敬拜你，喜在今在以后永在，唯有你是全能真神。坐在宝座上尊贵羔羊，我们夫妇敬拜你，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你，直到永远。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我们高举你生命直到永远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当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，我们是敬拜这一位独一的君王，是敬拜这一位独一的主吗？还是我们来到这里，其实我们有许多的心烦，我们在挂虑的是我们的事情，
而不是来敬拜这一位上帝。我们在挂虑的是我们与别人的争执，是我们的工作，是我们的家庭，是我们的金钱，而不是这一位独一的真神。我们所敬拜的到底是什么呢？在这时候，我们一起同心的来祷告，我们求神能够让我们全心全意的来爱他，能够将我们的所有都献给他。无论是我们与别人的争吵，无论是别人的需要，无论是你的感谢，无论是你的难处，都在这个时候我们一起同声的开口来祷告。上圣洁羔羊，我们夫妇敬拜你，喜在今在以后永在，唯有你是全能真神，坐在宝座上尊贵高扬，我们夫妇敬拜你，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你，直到永远。万王之王，尊崇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我们高举你生命直到永远。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唯有你配得敬拜和尊崇。生命直到永远。现在我们一起安静心，用敬畏的心来等候上帝的话语。